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历史经典，用新的角度讲述历史，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历史。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周匡王时期的故事，周匡王去世后，其儿子姬余继承王位，史称周定王。这期咱们讲一下周定王时期的故事。周定王在位时期，周王室已经失去了天子的尊严，中央集权成了摆设。周定王在位时，总共发生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。第一件就是问鼎中原的典故。大家都知道，东周的镇国之宝是九个大鼎，这九个大鼎是大禹时期铸造，一代代传下来的，象征着国家的权位。而这九个鼎从夏朝开始，历经商朝，再到西周，直至周定王时期，一直将它视若传国重器，只有得天下的君王才能拥有。公元前606年，楚庄王带领大军北上，原因是晋国吞并了楚国的附庸小国，因此楚国也开始攻打晋国的附庸小国陆浑戎，于是一路北上，直接攻打到了属于周天子的地盘。而到了周天子的地盘之后，楚庄王就给刚刚上任不久的周定王来了一个下马威。楚庄王举行了非常隆重的阅兵仪式，周定王知道以后非常恐惧，害怕楚庄王会攻打自己，因此就派了使臣王孙满去慰问楚庄王。而王孙满来到楚军之后，楚庄王见到了王孙满，就问他在天子都城的九个大鼎有多重，如此询问无疑是挑战天子的权威，可见楚庄王已经不把周定王放在眼里。而王孙满很明白楚庄王的用意，是想和周天子较量一下势力。而王孙满就婉约地回答了楚庄王的这个问题，并表示治理国家和鼎的重量没有关系，更重要的是君王的德义，并举例夏桀和商纣王灭国的原因是他们丧失了德义。而周王朝虽然已经衰落，但德义还在，命数未尽，因此楚庄王不能过问鼎的事情。楚庄王听后自知无话可说，于是便不再多问，并转而向郑进行了讨伐。在王孙满回去之后，将事情经过禀报了周定王，周定王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周王室属于中原地区，因此才有了问鼎中原的典故。除此之外，周定王上位期间还发生了震惊古今一子儿时的悲惨故事。对于一子儿时的典故，同样和楚国有关。楚国在围困宋国的时候，宋国城内粮草中断，因此造成了城内的饥荒。在城内粮尽之后，最苦的不是王权贵族，而是那些平民百姓。平民百姓没有了东西吃，很多人已经被活活饿死，小孩子就更难存活。而百姓不忍心吃自己饿死的孩子，但为了存活，因此和别人家交换孩子，并作为食物解决饥荒问题，因此就有了一子儿食的典故。可以想象到那个时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有多么的凄惨，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没有统一而强大的国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讲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